为这全村都惨枪枪的，都平平的咩？我主要就是留一个标志用的，一个基地点，很拜你。哎，真来就提讲，我要到牛角坡。这栋房子是合法的，可是搬过了，他就说不合法。迁移，对。那早早就不搬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现在变成不合法了。对。你家多钱啊？对面呀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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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我这间厝家己走路走遐去，食无啦，够遐远，食两三个月才到遐呢。七年多来，不要说钱花了不少，你的精神，然后你的家跟家人的那种相处，很多都不再是以前那一种。Thank you.